凤凰每周快讯有，麦当劳赞助播出。彩香居豪华月饼口感细腻，浓郁香甜，立成贸易总代理。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首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芝加哥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前美国国安顾问苏珊·赖斯，二十一号向凤凰记者表示，虽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变，中美合作空间受到挤压，但并没有消失。 相信哈里斯政府将会继续保持中美沟通渠道畅通，保留合作机会，尽可能避免两国陷入冲突。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欢迎回来。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自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已筹集了约五亿美元的竞选资金，这笔筹款额前所未有，超过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自从接棒拜登以来，哈里斯受到选民的热烈追捧。哈里斯的竞选团队称，在七月筹集了3.1亿美元，使他和拜登筹集的资金总额超过了十亿美元，这是史上最快突破这项募款门槛的一次。 相较之下，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他们在七月筹集了1.387亿美元，目前有3.27亿美元现金。前特朗普政府白宫新闻秘书格里沙姆二十号晚上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他曾经是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但现在他选择支持哈里斯。格里沙姆表示，他与特朗普家族的关系一度亲密到共同度假。 因此，看到特朗普私下是一个没有同情心、没有道德、不忠于真相的人，他表示，特朗普私下会嘲笑他的支持者们，还在探望急诊室病人时因摄像摄影机没有对准自己而发怒。他明确表示，他在十一月大选中会支持哈里斯。据悉，格里沙姆曾是美国前第一夫人梅兰妮亚的发言人。 二零一九年，履职白宫新闻秘书，在二零二一年国会骚乱事件后辞职。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天，场外反对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的抗议活动进入白热化阶段。在以色列驻芝加哥领事馆所在的大楼外，亲巴勒斯坦示威者聚集，有示威者企图冲入以色列驻芝加哥领事馆大楼内，被警方阻拦，至少四人被捕。 还有示威者鼓动其他人中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有人在不远处点燃美国国旗，辱骂副总统哈里斯。抗议持续到夜幕降临，芝加哥街头仍挤满示威者和警察。此外，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二十号已有超过十四处地点收到炸弹威胁，包括用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四家酒店。 美国劳工统计局二十一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过去一年内的非农就业人数初步下调八十一点八万人，平均每月下修六点八万人。这项修正不仅创下二零零九年以来的最大幅度，也是有记录以来的次高。修正后的数据表明，美国就业市场可能远不如先前数据显示的那样强劲，进一步加大了联邦储备系统在九月降息的压力。 先前，华尔街各大行经济学家已预测到数据会出现下修，但即使经过调整，年内新增就业人数仍超过二百万人，显示就业市场仍具韧性。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在明年年初公布非农业就业人数的最终数据。美国蒙大拿州成为最新一个将堕胎权列入十一月选票的州。 使其成为全美第八个让选民决定是否支持保护堕胎权的州。此修正案若获通过，将禁止政府否认或干扰胎儿可存活胎龄前的堕胎权，同时保障在孕妇生命受到威胁时的堕胎权利。自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22年推翻全国性堕胎权保障以来， 堕胎权已成为选举中的关键议题，尤其在如亚利桑那州等的摇摆州，民主党正努力将此议题作为选战的核心。副总统哈里斯已确立自己作为堕胎权主要倡导者的形象，并将在十一月的总统大选中代表民主党与共和党候选人对决。近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福特汽车周三宣布，将暂缓位于田纳西州的新一代全电动皮卡车工厂的生产，并取消三排电动 SUV 的生产计划。该公司将优先开发混合动力车型和电动商用车，包括2026年推出的新型电动商用货车。随后在2027年会开发两款电动皮卡车。福特财务长劳勒表示，这些决定意在打造资本高效、高获利的电动车业务。 但短期内，公司将面临约四亿美元的非现金成本，以及可能高达十五亿美元的额外支出。造价五十六亿美元的田纳西州新厂原原计划于明年开始生产汽车，现预计二零二五年开始在该厂生产电池。联邦航空管理局周三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已将四十三名不守规矩的航空乘客移交给联邦调查局进行刑事调查。 自二零二一年初不守规矩乘客事件激增百分之五百以来，联邦航空管理局一直实行零容忍政策，并将涉及暴力和威胁行为的乘客案件移交给联邦调查局。目前已累计移交三百一十三件案件。虽然与二零二一年相比，类似事件已经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但严厉的打击措施仍在持续实施。 在本次移交的案件中，还包括一起美国航空的乘客试图在飞行中打开飞机外门的案件，该乘客已被起诉并面临审判。近年来，联邦航空管理局加强了对机上暴力行为的打击力度。去年也有议员建议立法，呼吁禁止被判情节严重的乘客乘坐商业航班。 特斯拉宣布在美国召回约九千一百辆二零一六款 Model X 运动型多功能车，原因是车顶前端和中央的饰条可能由于未使用底漆粘合而脱落，造成道路安全隐患。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指出，此问题可能增加事故风险。特斯拉表示将免费对车辆的车顶饰条进行粘合测试，并根据需要重新安装这些零件。 目前，特斯拉已收到约一百七十起与该问题相关的报告和索赔，但尚未收到与此次召回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伤害报告。这是自二零二零年以来特斯拉第二次因相同问题进行召回，这次召回也是特斯拉罕见的实物召回之一。五名因参与抗议活动而被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无限期停学的学生，已经对该校校长和加州大学董事会提起诉讼。 指控校方的决定违反了正当程序权利。这些学生表示，他们在未经任何听证会的情况下被停学，并且这些停学决定全部基于不明确的指控。由于担心个人安全和潜在的报复，学生们要求全程匿名。学生认为，停学决定不仅阻碍了他们的学业进展，也影响了他们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学生们的代表律师指出，随着新学期即将开始。 他们急需解决这一问题。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对此拒绝发表评论，但强调学生曾多次被警告，其行为违反了校规。佛罗里达红溪海洋生物中心于周三成功将一只亚成年红海龟重新放归大西洋。这只受伤的海龟于六月被研究小组发现，随后被送往该中心接受治疗。兽医诊断出它患有海龟衰弱综合症。 这种状况会导致海龟出现营养不良和疲劳症状。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护理，这只海龟的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重新恢复活力，并且能够独自融入自然环境中。红溪海洋生物中心成立于1983年，是一个专注于海龟研究、复健、教育和保育的中心。该中心致力于推动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特别是对受威胁和濒临海龟的濒危海龟的保护与救助。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凤凰每周”进行订阅。感谢收看，下期再见。